第四个节往前走一点。哎，对，对，闭眼睛抬头，闭眼睛，对，嘴巴往烧，不要动。练习了这个波扎拉贡，然后第十四个达赖。波扎拉贡对所有的这个进入波扎拉贡的游客总量实行了一个控制的这么一个这个限时限量制。现在波扎拉贡的一天的游客的最高接待量是5000人，然后这个5000人的数据也是我们经过科学的这个监测以后，对波特拉翁的这个墙体也好，对木结构也好，主要游客的通道也好，进行了这个结构监测以后，就是得出来的。感受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底蕴是很深的。时间短了是理解不了。现在我们这边主要的困难还是这个，文物保护以及利用之间的矛盾，然后就是整个波特拉翁这个安全工作责任特别重大。就是从消防方面也好，文物的这个防破坏方面也好，整个这个建筑的保护方面也好，这些方面还是难度比较大，就是整个安全工作的这个压力还是非常大。它包含了西藏，包含了青海，包含了云南、四川，啊，没有垃圾。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其实有时候我们会把西藏叫做天上西藏，啊，就是这是一个在云上的西藏，像天堂一样的西藏。所以呢，就是说到西藏的人，不光是为了追求看到这些壮丽的景观，他也有一种心灵上的这样的一种出逃，心灵上的治愈，啊，有一种朝圣的这样的一种心理。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到西藏可能都会潸然泪下，就是他感觉到得到了一种这样心灵上的净化。那么既是被这样壮观的极致的自然景观所感染，也是被这里的文化，被这里的人所打动。哇，现在Thank you.
如果说我们对西藏的生态，对西藏的文化，我觉得没有一个更加长远的这样的一种规划，一种视野的话，有可能就真的，我觉得我们不能在旅游高速发展的同时对他们来进行很好的保护。所以我觉得对西藏旅游来讲最大的挑战，第一就是旅游的发展如何跟生态跟文化的传承做到一种平衡。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就需要我们在打造西藏旅游的时候，不光是在打造旅游的设施，也是在打造到西藏旅游的一种价值观念啊，一种行为准则。非常神秘，非常渴望来到的地方。我这一次来回去，过一段时间我还要来，因为还有很多地方我没有来看到，因为我们出来的时间比较长，太长了，我还要来，还要来。还会有四次再来，这真的是第一次来，然后下一次还有很多次再会来的，特别美，因为心特别的空，就是那种特别舒服，来这边一次真的好舒服的，放空了所有，没有任何想法，只要美就行了。